作为中原霸主的晋文公，为什么会对郑国挑起战事？秦晋睦邻友好，秦军为何会中晋军埋伏？敬请关注《大秦崛起》上部第八集《秦晋为政》。 郑国是春秋时期的一个小国，晋文公称霸中原后，为什么会对小小的郑国挑起战事？从地理位置上看，郑国在秦国的东面，与秦国距离遥远，秦国为什么会越过晋国千里奔袭去打郑国呢？秦国、晋国睦邻友好，秦国又怎么会中了晋军的埋伏呢？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大秦崛起》上部第八集《秦晋为政》。过了郑国的原因，是郑国的郑文公在公子重耳流亡的时候，他对重耳不加以礼遇。但是郑文公的一个弟弟是非常有远见，他的名字叫做舒詹。这个舒詹就对他哥说了：“你看看这个公子重耳。” 啊，那是一个奇才，智慧超人。对，这是一点和众人不同。<对>第二个不同，从而在外流亡的过程中，这么长的时间，老天爷就不让他进过有一天的安静，就让他们杀去杀来，不安静。要让这个国家等待一个民族来治理，这就说明老天爷在给他。 啊，开设一条道路，让他去治理这个国家，别人就就治不好，非得等公子重耳不可。这第二第三，你看看，啊<吧>，一个公子手下如果有智慧能力在一般人之上的有那么三五个，那了不起。你看重耳手下有多少个？啊，五个不止，跟着他就十几个，将近二十个。呃，差不多大家都可以。 做国相，这样的人哪儿找？有这三条特殊的地方，所以重耳这人不简单。要是将来回到他的国家，掌权即位，要对那些对他无礼的诸侯实行报复，那可就是天大的灾难了、啊。呃，苏珊跟他哥说，这个非得用隆重的礼节来招待。 啊，他哥就是不听，《左传》写到这儿啊，就算了。但是《国语》里面不这样写，《国语》里面说啊，苏珊还有一句话，说你要是一定对他不加以礼遇的话，那我就建议干脆杀了他们。哎，有这样建议，所以那个公子重耳就记得这后边一句话，前面说了怎么好怎么好，那都无所谓。 唯独说要建议杀了他，这话，咱们得搞清楚了。所以，重耳带着军队打这个郑国的时候，给郑国定了两条罪名：第一条，无礼于禁，就是晋公子重耳流亡的时候，郑国对他无礼，不加以礼遇；第二条是且二与楚也，就是在城濮之战的时候，郑国人。 居然把自己的军队交给楚国人指挥，和晋国人打仗。楚国是南蛮，你是姬姓国，为什么把军队交给南蛮来打自己的兄弟？所以这是二与楚有二心，投靠楚人，依附楚人，这是第二大罪状。这两条罪状啊，首先要的是要舒张的尸体。这个舒张呢说，要就要呗。 他哥就坚决不给，这人不能交出去，不能交出去，人家就要攻打你的城，要屠城。哎<对>，所以苏张就说了：“我这样一个人，能够救一个国家，哥你就舍了吧，咱去吧。”国语里面写的很有意思。出来之后啊，说晋文公煮了一大锅开水，准备把一个苏张给煮掉。苏张就说了。 我请求有两句话说完了再主，行吗？晋文公说可以。陈词，苏瞻就说了，能够看到公子重耳和他的一行，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建议我的国君加以礼遇，这就是我的聪明。不加以礼遇，杀掉也是我的聪明。到现在，呃、要把我杀掉。 就一个国家，这是我的勇敢，我有了智慧，有了勇敢，我还缺什么呀？哎，最后他扶着那个鼎的耳子，叫道：“天下有做忠臣的，你们就看着我苏三，一个样，啊，忠诚到这个地步，一个样。”有一个版本就是《国语》里边啊，说晋文公被感动了，啊。 把你的罪赦免了，然后呢，苏张就做了晋国的将军。这当然是什么怀着好意啊，去给他一个圆满的结局。但另一种说法呢，就是苏张自杀了，郑国人把他的尸体送出来了，这样报复还不够。晋文公说：“我还非得要看看那个国君哎，哎，我要他，他弟弟啊，但不在乎了。” 要国军，那郑国人就想，这很糟糕，怎么能行啊？啊，把我们国军拿去啊，杀掉，做俘虏，羞辱一番，这都不行。于是呢，大家一着急，说有没有人能够啊解决这个大难题呢？能够破解呢？晋文公坐上国君之位后，开始报复那些曾经欺负过他的国家，郑国首当其冲。于是，晋国联合秦国一起攻打郑国。 秦晋大军兵临城下，要取郑国国君性命，郑国上下乱成一团，谁有退兵良策呢？有一位大夫叫易之狐，易之狐中间加个之，补足音节就叫做一狐。这一狐出来说：“我推荐一个人，这个人叫烛我。啊，补足一个之字叫烛之我，我推荐烛之我，这个人有能力。” 让秦国军队退走。大家都知道，烛之武是个能人，但是呢，缺乏了一记啊那种溜须拍马、那个巴二狗的本本事，所以呢，一辈子不得重用。现在国难当头，大家都想起了他，于是，呃，郑郑国国君就招来烛之武，请烛之武出马去解决郑国最大的难题。 哎，救郑国一把，朱日武一肚子气呀，不能不撒。说的很委婉，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矣。说我年轻力壮的时候，年富力强的时候，我就不如别人。所谓不如人，这话说的很委婉，是说你的能力不如人呢，还是受到国君的宠幸不如人呢？你怎么理解都可以，但是话很明白，就是没受到重用。 现在衰老了，没什么本事施展了。郑文公一听啊，就明白这是有怨气，马上就道歉，说我不能及早的重用你，这是寡人的过错，向你赔礼。啊，这个话说了以后，让朱之武心里平和。你还要还不去，啊，摔架子怎么办？那我也得告诉他说第二句话。 说然郑王子已有不利焉，但是如果郑国被消灭了，你有啥好处呢？所以这个烛之武还不得不去，腰里系个绳子，撑着夜幕，从城墙上慢慢放下去，见到了秦穆公，然后展开了他的本事。竹之武对秦穆公怎么说呢？下面有几层意思，第一要说明。 我此行的目的啊，不是为了我郑国，我是为了秦国而来的。说你们两个强国包围了我一个郑国，我们郑国都知道早晚是个灭亡。如果消灭了我们郑国对你秦国有利的话，我就不敢到这里来麻烦你手下人，麻烦阁下了。所以我此行的目的您要知道，就是为您而来，为秦国而来。 下边的话，您该听得下去。下面第二层就要说了，从地理环境上来看，你想想，秦国在黄河以西，你要占领郑国，要在这里分一杯羹，你就得跨越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就是晋国。啊，秦国这么多年来没有与中原诸侯交往，为什么？因为横亘在秦国面前的。 它不是一条黄河，而是一个强大的晋国。你想跨越这个强大的晋国来统治我，啊、呃，这个遥远的地方的郑国，您知道，那是很困难的。会说话的人啊，他绝不说“我告诉你，那是很困难的”。这样说对方不能接受。跨越国家，将遥远的地方作为边界，您知道困难，对方能够接受。这是第二层。 第三，次就说呢，消灭了郑国，只能够增加邻国的利益，哪个邻国？晋国。邻之厚，君之薄。邻的邻国得到很啊很多好处，而邻呢得到了好处少之又少。大家为什么来打仗？不是为利而来吗？你得到利太少，你就跟人家帮忙，你何必呢？哎，这是第三层，第四层。 说你如果放我们郑国一马，把我们郑国作为你秦国的朋友，作为你秦国东边路上的主人，你的使者来来往往，在这里啊，有有吃有住，得到给养供应，这个对你来说至少是没有坏处，当然有很多好处。呃，上面都讲一个利，一个害。 在下面要进入第五层了。您秦国曾经给晋国莫大的支持，但是晋国的国君讲信义吗？晋国的国君在您那儿谈了条件，说您支持他回国做了国君，他将把交辖二郡，哎，据说是八个城，要划归给秦国。这个说的是晋惠公，呃，晋惠公不讲信用。 呃，然后派一个这个辟政父，呃，过去道个歉，说这个土地啊，我原来答应的不能算数了。为什么呢？因为大臣们都反对，呃，我我说不过他们，他们说这土地不是我个人可以送的，哎、呃，这个对不起了，不好意思，就这样就完了。所以你看看晋国的国君讲信义吗？这当然是一种嫁接，就把晋惠公的事儿，公子幼做的事儿，嫁接在公子重耳，也就是晋文公的身上。 总而言之，他们都是晋国的国君，哎，说到这儿还要讲，不是说我告诉你，而是说您本来就知道，您太清楚这个事儿了，你是当事人呢，最清楚了。晋国人是不讲信义的。最后第六层要讲个什么意思呢？现在的晋国占领了郑国作为自己边界了，扩大了领土，那么东边的边界扩大了。 就要扩大西边的疆界，要扩大西边的疆界。如果不侵犯秦国的利益，不夺取秦国的领土，到哪里去取得这些领土啊？所以说，今天灭的是郑国，明天威胁的就是秦国。这里当然有不可信的地方，晋国人如果灭了郑国。 他可以向南方，向北方，继续啊向东方发展。为什么东边的边疆扩大了，就一定要扩大西边的边界呢？这个是烛之武啊，他要说出这个话来，给秦穆公提出一种威胁。当然，秦穆公不是个傻子，人家做位这么长的时间了，所以听你一个烛之武啊说话呀。 那真是能说会道，啊，口若悬河，哎，明明是为自己来说是为我来的，哎，后来说消灭了郑国，那就等于消灭了秦国，你看这多会说话。但是有一点我相信了、啊，就是要灭掉郑国，绝对不能和人合作，和晋国一起来，因为他们得到好处多，我得到就少，结果是平半分，咱们得到的好处也太少了。 利益太少，所以呢，我要独自得到这个郑国，那就太好了。哎，他一边听朱之武的话，一边打自己的小算盘，然后说：“啊，朱之武先生，你这话说的很好啊，我接受。那么我准备撤兵啊。听了你的话，我决定撤兵。但我撤兵，晋国人不一定撤兵哦，怎么办？我派三位将军。” 驻守你郑国，啊、呃，长期驻守，把你这儿作为我秦国的一个基地，驻守在这儿。有谁侵犯你，我的将军们会带兵和他打仗，呃<对>替你守着。其实他派下的三个将军在这儿是替郑国守吗？他是替秦国守。那么这三位将军，他们名字叫做齐子、彭孙、杨孙。 让他们束手正国，然后秦国秦穆公带着自己的队伍走了。这一走啊，那个子犯，也就是说晋文公的舅舅，总是最先开口的，说这个秦穆公他居然不打招呼就跑了，我们后边追打他。啊，晋文公说不打，这个不能打，没有这个人的力量，没有他的帮助，哪有我们的今天呢？ 我们依靠人家的力量，有了今天，现在又去危害他，去打他，这个不人道。再说我们本来是统一的，步调一致的，造成混乱，这个不叫做懂得武。什么叫做武？啊，指歌为武。武装的武，把上面一横，哎，拿到这个做一撇的话，就是个歌。 能够制止割、制止战争，那才叫做懂得武道。所以我们还是回去吧，就这样回去了。晋国人，还不是说国君，对这个秦国有什么成见？比如说，晋文公做霸主，啊，心里或多或少，他在感激秦穆公的，在任何时候，哎，都会感激秦穆公的帮助的。但是晋国那批大臣可不好惹。 啊，子范呢，赵崔呢，先诊呢，这一个个太厉害。有时候啊，就是劝说国君或者架空国君，咱们要怎么干？他们是很早就看到秦国的潜在的威胁，所以处处啊做不利于秦国的事情。大多数是晋国的那些大臣们，他们干的。三年过去了，守在郑国的三位将军，其子、彭叔、杨孙。 派人回到秦国，向秦穆公报告说：“郑国人很信任我们，让我们掌管了首都北门的钥匙。如果秦国派军队暗中过来偷袭，就可以得到郑国。”啊，这个消息一来，秦穆公等了三年啊，眼巴巴的等了三年啊，就等这消息。消息一来。 立令之昏，秦穆公犯的错误不多，但是一犯错误呢，就犯得很严重。啊、呃，这一次呢，就是得到郑国地盘这个想法，太要命了。哎、呃，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就准备好，要出兵。出兵之前，还是去咨询了老臣简叔。但是简叔给他的回答让他很不满意。简叔说了。 劳师一袭缘，非所为也。师劳力竭，远祖备之，无赖不可乎？这话说的是委婉的，说让军队疲劳，偷袭远方的主人啊。这行军千里呀、啊，有谁不知道啊？对，那么远方的主人有了防备，这样的事情恐怕是不行吧？无赖不可乎？ 说的委婉恐怕不行吧，实际上内在的是绝绝对不行，因为我这么大一把年纪没见过，这能成功是不能成功的，哎，但是秦穆公我们说了，他现在是立令之昏，连他最佩服的这个简书的话他也听不进去了，他派了三位将军，这三位将军他们是孟明氏、西乞书。 白镒炳，三位将军带着秦国的几千人从东门外出啊出兵，当然是声势浩大，大家觉信心满满。但是呢，简叔就哭了，呃，哭着说：“孟啊，就是孟明视啊，说吾见师之出，不见其入也。我看见你们出去，看不到你们回来了。”这话是双关语。 你可以理解为，我老头子还在，这支军队呀就在外边被人消灭了，看不到你们回来。你也可以理解为，这支军队凯旋班师之日，老头子已经死了。哎，双关羽。但是秦穆公听出来了，这多不吉利啊，所以派个人去责骂简书，这话骂的，呃、哎，虽然说起来好像很委婉。 比现在人骂的好听一点儿，但是对这个老臣是极不礼貌的。说你懂什么？你懂什么？你可不是一般的长寿哦！要是一般的长寿，你坟上的树就两手相抱了。但是你现在呢，还没有树，还没有坟墓，你还没有死。换句话说，你就老不死啊！但是说出来呢？ 总比说骂个老不死啊稍微好听点。这个军队就这样出发了，这当然不吉利。这个军队向东出发，路过周王朝的这个王城的北门的时候，秦国军队人军人都是懂礼貌的，因为路过天子的城门在城外，都必须解除武装下车步行。 车上留一个驾车的，啊，其他的下来，他们确实下来了，跳下来之后走了一下，意思意思向周王致敬，然后呢又跳上车，好了，这叫做知礼不守礼，懂得这个礼貌不肯遵守。有一个政治家，当时很年轻，还没成人，他叫王孙满，十多岁，看了这支军队之后啊，骄兵必败，哎<对>，这个。 笑，骄傲的军队不懂得礼貌，进入战争的险地，哎，他们又不会计谋，不能谋划，这个军队能够不败吗？肯定失败。秦国真的能够攻下郑国吗？当他们途经华国时，这支士气高昂的军队居然因为一个人的几句话就调转回头了，这个人是谁？ 他又说了些什么呢？在华国这地方，就遇到了郑国的一个商人，他叫玄高。这个商人一看秦国军队呀、啊，哎，这向东方奔哪儿去啊？全别我们郑国了，马上明白了。于是就派人扛着四张熟牛皮先跑，进去啊送礼，然后赶着十二头牛跟在后边儿。 因为牛走得慢，所以这个弦高呢，他就是一个啊、呃，一个牛贩子，贩牛的。一个贩牛的国家命运这么关心是为什么？是因为郑国在从陕西啊、呃，从华县迁都到河南新郑的时候，他没有别人支持，人力物力都得靠本国的商人。所以呢，政府和商人们有个约定：你们出钱出啊、呃，出力，咱们呢。 今后国家优先保护商人利益，所以这个国家在不在对商人来说很重要。因此，玄高主动的迎上去，去犒劳秦国的军队，说下那么一番啊，让人一听就明白，说起来又很委婉的话，说：“我听说几位先生要带着军队从我们破壁的国都上经过，不过我们郑国的国都确实。” 不太富裕，啊，所以呢，你们来了，如果说贵军一到就行动，那么我们郑国就为贵军站岗放哨一个夜晚。如果贵军要驻扎下来，那么我们郑国就给贵军提供一天的粮草。这个意思啊，弦外之音。 就是说，你一到就行动吧。你现在非常疲劳，咱们郑国军队可是以逸待劳，一级战备。哎，如果你要驻扎下来，长期围困咱们郑国，那告诉你更没戏，因为你们的粮草啊后勤跟不上，我们真的会给你一天的粮草啊，做梦吧。所以这是暗示对方。 你们一到就行动也不行，驻扎下来也不行。总而言之，你们的一切行为我们都知道了，早有准备。但另一方面，这个商人就派使者赶快通过驿站送信回去，早做准备，因为郑国还真的不知道。莫名是西乞数白一丙，经一商量，我们本来就是遣师以来。 但是消息一走漏，我们整个军事行动就已经失败了，还没打，失败了，打道回府吧。但就这么回去啊，这军人会议论，都干什么来了？跑到这儿你跑回去，吃饱了撑的。那么军人这样议论起来，就会造成啊这个一种舆论的潮流，弄得不好呢，发会发生兵变。 所以啊，咱们得干点事儿。这不，旁边有个国家，这国家叫华国，华东的华，就是现在荷兰的华县，把它给灭了。华国是个姬姓国，和秦国没有发生任何关系，就是秦国军队为了让自己的军人们都知道我们来收了一件事儿了，所以叫灭华而还。但是秦国人万万没想到。 回去的时候经过萧山，这里早有人埋伏在那里。什么人？晋国，晋国军队。晋国的晋文公去世了，晋文公的儿子晋襄公刚刚即位，权力还没掌握得很牢，还没运用的很熟练。在这个时候呢，先诊提出来。 南征子不同意，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因为我们的国君去世了吗？我们国君是蒙受人家的大恩大德，把我们送回来掌权即位的。国君死了，咱们就没有报恩的义务了。”先生回答是这样的，他说：“国君死与不死，都和这没关系，因为啊，一日不除这个强敌。” 那就是我们晋国后世子孙的忧患，我为国君的子孙后代考虑，是忠于国君吧？先轸啊，掷地有声，他他是一个强硬派，坚持要打，哎，那就得打。我们说晋文公去世了，活着他也没有想到在这里设埋伏，呃，去打秦国军队，这是老朋友，是恩人。那晋襄公也不可能。 但是晋国那帮大臣们，他们早就有一种酝酿着一种秦国威胁了，所以非得把它消灭在摇篮之中才行。于是，先子啊，就借助于晋文公出殡的这个机会，啊，玩一个小花招，因为这个灵柩从将城里运出来，运到曲沃去埋葬，运出来的时候呢，哎。 棺材灵柩上面的绳子这样一扭动，就发成一种叫声。这个响声呢，就像牛叫一样。于是资深的卜筮专家，叫做卜燕，啊，就让大夫们统,统统跪下。我们的国军的发布命令，将有西方的军队从我们国土上经过，攻打他，一定会取得一个重大的胜利。哎，借晋文公。 以以死去的晋文公的口发布指导命令，坚定人们必胜的信念，坚定人们必须要打仗的决心。这一招玩得很好啊。然后就让国君进襄公把这个白色的校服、丧服换掉，穿黑色的。所有人都把白色衣服、啊白色的校服、丧服换掉，换成黑色的。这样目标小。 呃，秦国毫无准备，而晋国人呢，利用地形在这里设下了这个天罗地网，秦国人全军覆没。秦国究竟败在什么地方？秦穆公败在什么地方？一是呢，他本身有问题，啊，两大问题：贪，贪得利益之昏；第二，不听老人言，哎，就是简书的话。 没听进去，还派人去骂他。那么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善良没有把晋国的那种诡计做充分的考虑，所以失败在。有一位叫“烽火聊天悲歌记”的网友提问：“秦东晋的路被晋牢牢扼住，那么是不是说当年秦穆公辅助晋文公是错误的呢？” 秦穆公最后到底有没有称霸中原？秦国东进的道路啊，被晋国所堵啊堵住了。那么是不是说秦穆公前面支持重耳回国这些做法都是错误的？是不是这样？哎<对>，我们说晋文公这人为人善良，讲诚信，就该帮助，帮助了重耳，也帮助了周王朝。哎、呃，这是一番好心啊。因此说。 帮助，从而他没有错误。那么秦穆公的错误在哪里呢？就是偷袭郑国，这是一个战略上的错误。而且呢，这个叫做不听老人言，吃亏就在眼前，兑现了，吃了大亏。秦穆公有没有称霸中原呢？这一次战争，遏制了秦国涉足中原的一个梦想。中原太厉害了，争霸太激烈了。 啊，这个叫做“东方不亮西方亮”。秦穆公做了西戎霸主，他没有做成中原霸主，做了西戎霸主，这对这个华夏开疆拓土，向西边开疆拓土，是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秦穆公就是一个真正的地地道道的西北王。秦军大败，全军覆没，秦国的三位将军不仅成为战俘。 还面临着杀头的危险。晋国国君计划要用他们的血来祭祀，那么是谁在关键时刻救下了这三位将军？这个人就是秦穆公的女儿文嬴，娘家的姓是嬴，丈夫的谥号是文，就叫文嬴。文嬴就找到新任的国君，他要救三位将军回去，所以。 唯一的说法是，就是这三个家伙跳去跳来，挑起了两国矛盾，酿成了这次战争。他们在晋国要受死，到秦国也要接受死刑，走到哪他们都死定了。但是如果他回到秦国，让我父亲亲手杀了他们，这样可能会缓和有这一次战争带来的。 情境之间的矛盾，啊，所以要救他，先骂他，把他的责任说得无可推卸，这样他走到哪儿都是死。然后晋襄公就知道啊，那何必我杀呢？让他回去接受死刑不挺好吗？于是晋襄公把他放了。最关心这三个复读的人，是这一次战争的指挥的统帅，先整。 先诊第二天来朝拜国君，第一件事秦国的俘虏哪去了？因为他已经耳闻俘虏被放了，俘虏哪去了？这个季襄公说：“夫人请就吃饭，我就放了。”哎呀，这个先诊啊，气得要命，气得不顾理智啊。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将军们、士兵们在战场上拼死拼活。” 抓的三个俘虏，一个妇道人家在国都里，就这么一下子把他给放了。嗯、这是毁灭战战斗的胜利成果，滋长敌人的气焰，咱们的晋国灭亡指日可待了。说完就完了吧？他不顾而拓，我呸！故事向左右看，向后看，他头都没有摆动一下。 也就是说，他对着国军，吐了口水，说：“呸，呸的是国军，这是极不礼貌的行为。”他将为此付出代价。尽管晋襄公原谅了他，认为他在气头上一片忠心，不必计较，但是先轸不能原谅自己。在不久之后的一次小的战争，在这次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先轸。 脱掉了自己的盔甲，然后单枪匹马冲向敌营，哎、呃，他去送死，他去讨死，哎、呃，就是要为他的对国君的无礼付出代价。这位战无不胜的将军，就这样为他的失礼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晋襄公啊，被监者一番话说得如大梦初醒啊，马上请自己的老师。 杨楚富去追，杨楚富快马加鞭，驾着车追到黄河边上，一看呢，三位将军上船了，说：“三位将军留步，啊，我奉主公的命令给你们送马来了。”这三位将军一看呢，这还谁不知道，把我们骗上去再抓回去，孟明是非常礼貌，起手，所谓起手呢是五体投地，头在。 啊，那不是地上在船板上列作停顿，然后说：“承蒙贵国国君的大恩大德，不让我们在晋国被杀了以后用来祭宗祭国而让我们回到秦国去接受惩罚。回去之后，可能受死，也可能让我们活着。如果我们回去被杀了头。” 我们将死且不朽，也就是说，我们死了也不忘败军之耻。如果让我们活着，呃，三年之后我们会回来报答贵国国君的恩赐。那么，这三位将军，他们回去之后是被杀掉了，还是让他们活下来了？请关注下集，谢谢大家。